傅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问我儿子的婚姻。你的儿子的婚姻，你告诉我你儿子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8年属龙的。属龙的是吧？哦。啊。哦，你儿子婚姻很麻烦。你儿子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大讲话。是啊。脾气倔在里边的。稍微有点不开心就不理人了，我讲的对不对呀？对呀，对呀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儿子过去弹过的，吹过又弹，哦，就是这样。你叫你儿子赶快每天念姐姐咒，姐姐咒要念108遍。108遍啊！哎，很短的，很短的。还要念准提神咒，念了之后会很灵的。好好好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儿子长得很 handsome， 就是很漂亮的。是啊。比你好看很多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啊。还有，他兄弟好像两个不太有点矛盾。什么？他两兄弟啊，好像不太和睦。哦，他两个兄弟不太和睦是吧？嗯嗯。他那个兄弟属什么的？属猴的。猴的是吧？啊。他属什么？他属龙。龙猴。你要我讲给你听吗？那个属龙的。比较调皮，属猴的反而比较就是护着他让着他，属龙的厉害，你听得懂吗？而且他们两个人感情上辈子很深，谈过恋爱很长时间，所以你现在两个儿子又不好又好，叫他们不好呢不可能的，要好的不得了，好到最后呢又要打起来，对不对呀？就是这样。所以人有前世的，前世的因果今世继续延续，听得懂了吗？哦。啊，就是这样，好不好啊？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讲给你听啊，你这个人很劳碌啊，你一辈子劳碌命啊，你是还两个儿子的，所以你一直要做做，在家里不停地做。你不要不开心，这是你还债，听得懂了吗？好像我知道，我好像来还债的。啊，你就是来还债的嘛。还有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妈妈一个盲人，叫什么名字？严月桂。叫什么？严月桂。田。严。严。李不是严，你们啊，我普通话不太没关系，你们你怎么是叫什么？写出来，你讲一讲。我写给你，怎么写？为什么不在上面写？姓什么？姓严。啊？姓袁。师父姓袁，袁世凯的袁。啊，袁。第二个字呢？月。月亮的月，桂花的桂，谢谢师父。什么？智慧的慧。桂花的桂。啊，桂，桂花的桂。哦。圆月桂。哦。女的是吧？啊，你还姓李的，我妈妈。你的妈妈什么时候死的？2010好像是。圆月桂，圆月。哇，你妈妈脾气好倔哦，过去倔得不得了，我讲的对不对啊？嗯，是啊。不过你妈妈活着的时候对人很好，而且念经拜佛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恭贺雷啊，你妈妈在天界。在天界啊，好。因为你妈妈走的时候你找法师和尚尼姑给他超度过，我讲了对不对呀？好呀，对对对。
西。现在在欲界天。哦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啦。啊，谢谢。没什么问题了啊。谢谢师傅。好。